全民造星三总决赛在昨晚圆满结束，阿 Ben 以较佳的全民投票评分力压总分相同的陈伟璇和 Anson Bean 夺冠。不过结果一出，焦点就放在 CY 身上，因为在全民投票部分得到六分的他，就在专业评审部分只是得到一分。有不少网民都认为是因为 CY 口直心快，不小心在言语上冒犯到 Will TV 制作部副总裁金广成。觉得你把声呢有少少似啊 Eason 嘅初期，我好想你有自己嘅 style 出到嚟。但系呢个把声嚟噶，我唔知好事定。我平时讲嘢把声都系咁啊。